不能记得吗？不然我就麻烦骂了、啊。可能你那个时候心里面就觉得说，哦 ，OK， 嗯，他好像真的有点困难，嗯，那好吧，我帮他一下，啊，我就帮他啊，不然等一下他被骂了不开心，好像我也不对这样子哎，但是心里面又觉得有负担。你明明可以准点下班，对不对？你明明就可以到时间就下班，然后突然间就接了一个别人的烂摊子，然后做不好又好像很自私，又好像不太自私。生活当中真的太多太多的一些情况，像是之前就。